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转身向上拜，起拜，起拜，起问讯，
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僧，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消灾延寿药师佛，南无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南无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南无大恒普贤菩萨，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南无清净大海众菩萨，南无大眼地藏王菩萨，南无护法威陀出天菩萨，南无极乐身众菩萨，南无历代祖师菩萨，南无大圣金那罗王菩萨，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僧，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消灾延寿药师佛，南无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南无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南无大恒普贤菩萨，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南无清净大海众菩萨，南无大眼地藏王菩萨，南无护法威陀出天菩萨，南无伽蓝身众菩萨，南无历代祖师菩萨，南无大圣金那罗王菩萨，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僧，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消灾延寿药师佛，南无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南无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南无大恒普贤菩萨，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南无清净大海众菩萨，南无大眼地藏王菩萨，南无护法威陀出天菩萨，南无伽蓝身众菩萨，南无历代祖师菩萨，南无大圣金那罗王菩萨。消灾延寿药师佛，南无消灾延寿药师佛，南无消灾延寿药师佛，南无消灾。
药师佛，南无消灾延寿药师佛，南无消灾延寿药师佛，南无消灾延寿药师佛。
释迦牟尼，小在阴寿要事。三菩陀耶，南无他唵毗沙僧毗沙僧毗沙僧，三摩天地娑诃，南无波切瓦帝毗沙僧，毗卢毗琉璃，波罗波诃罗僧耶，南无阿耨多耶，阿耨多罗三藐三菩陀耶，南无他唵毗沙僧毗沙僧毗沙僧，三摩天地娑诃，南无波切瓦帝毗沙僧，毗卢毗琉璃，波罗波诃罗僧耶，南无阿耨多耶，阿耨多罗三藐三菩陀耶，南无他唵毗沙僧毗沙僧毗沙僧，三摩天地娑诃，南无波切瓦帝毗沙僧，毗卢毗琉璃，波罗波诃罗僧耶，南无阿耨多耶，阿耨多罗三藐三菩陀耶，南无他唵毗沙僧毗沙僧毗沙僧，三摩天地娑诃，南无波切瓦帝毗沙僧，毗卢毗琉璃，波罗波诃罗僧耶，南无阿耨多耶，阿耨多罗三藐三菩陀耶，南无他唵毗沙僧毗沙僧毗沙僧，三摩天地娑诃，南无波切瓦帝毗沙僧，毗卢毗琉璃，波罗波诃罗僧耶，南无阿耨多耶，阿耨多罗藐三菩陀耶，南无他唵毗沙僧毗沙僧毗沙僧，三摩天地娑诃，南无波切瓦帝毗沙僧，毗卢毗琉璃，波罗波诃罗僧耶，南无阿耨多耶，阿耨多罗三藐三菩陀耶，南无他唵毗沙僧毗沙僧，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垢即灭道，无智亦无得，亦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时，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作一切故，真实不虚不说，波罗波罗蜜多咒，具足作一切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娑婆诃。南无阿弥陀佛耶，多迦叶多耶，多帝耶他阿弥哩多婆毗，阿弥哩多悉檀婆毗，阿弥哩多毗迦兰帝，阿弥毗哩多毗迦兰多，揭弥哩揭切那智多迦哩娑婆诃。南无阿弥陀佛耶，多迦叶多耶，多帝耶他阿弥哩多婆毗，阿弥哩多悉檀婆毗，阿弥哩多毗迦兰帝，阿弥哩多毗迦兰多，揭弥哩揭切那智多迦哩娑婆诃。南无阿弥陀佛耶，多迦叶多耶，多帝耶他阿弥哩多婆毗，阿弥哩多悉檀婆毗，阿弥哩多毗迦兰帝，阿弥哩多
毗迦兰多揭弥尼揭揭那智多伽利娑婆诃。南无萨瓦昙婆诃多哇罗智帝唵三宝来三宝来吽。南无萨瓦昙婆诃多哇罗智帝唵三宝来三宝来吽。南无萨瓦昙婆诃多哇罗智帝唵三宝来三宝来吽。南无娑罗诃耶昙陀耶哆耶昙智陀唵娑罗娑罗诃来娑罗诃来娑罗娑婆诃。南无娑罗诃耶昙陀耶哆耶昙智陀唵娑罗娑罗诃来娑罗诃来娑罗娑婆诃。南无娑罗诃耶昙陀耶哆耶昙智陀唵娑罗娑罗波来娑罗波来娑罗娑婆诃。唵耶耶那三宝哇法智来吽。唵耶耶那三宝哇法智来吽。唵耶耶那三宝哇法智来吽。南无阿弥
当愿众生作作皆伴去作佛法。转身向上拜，起拜，起拜，起问讯。恭请诸瓦和尚慈悲开示，请放照。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我们五供到此圆满。那么今天双溪的天气还是下雨的天气。那么这个气候有时候天晴，有时候下雨，这个气候也是有所不同。下雨，天气晴都有需要这个四季适时的这个调节我们一般寺庙在祈福做法会。都会挂着灯笼就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风调没有风也不行，但风太大了，做台风那就造成灾难所以风要调节雨要顺雨都不下了，大家都没有水喝了都不下雨就干旱了，下太多了造成水灾所以风要调雨要顺说风调雨顺这个风雨调顺那就是国泰民安了国家康泰人民安乐过一个安居乐业的生活这是我们一般寺庙大家祈求的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大家呢都想求但是呢是不是每一年都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呢好像也不是从历史以来中国外国都一样有时候这个时期这个年节比较好，有时候就很不好这个时节很不好。那么为什么会有好跟不好呢关键都是人心人心造的业造恶业多我们现在呢看到这些政治人物他讲了很多尤其第四台那个名嘴名嘴那很会讲是的说到变歪歪说到变白是非颠倒他讲那么蛊惑人心他就讲那么多讲那些打妄语的有什么用呢那么你看看这个我们国家环境那有没有灾难如果有你还在打妄语说没有那不是骗人又在骗人吗那灾难怎么来呢人心你造恶业造什么恶业呢
佛在十善业道经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十善业反过来就叫十恶业啊，这个都不用强辩的，也没办法去强辩的，果报现前啊，都非常明显非常清楚的啊。那么我们读无量寿经啊更是明显，所以我们现在的人啊不接受佛经圣贤的经典，要治国，全世界越治越乱啊。所以现在我们净老和尚啊大慈大悲啊91岁了，在国际上啊劝这些领导人啊要学中国传统文化啊，要先从啊群书治要啊，唐太宗请他的大臣魏征啊编的这个书，专门讲政治的啊，这是圣贤的标准啊。如果不依这个标准啊，你现在的不管中国的外国人他都想不出来一套去治国的方法啊，都是不正确的啊，所以呢世界啊越来越乱，灾难啊越来越多啊，必然是这样的啊。我们大家看看啊，现在世界是不是一天比一天乱啊啊，这个乱象啊从哪里来呢？从人心来的，人心啊不善造十恶业。那这个问题啊要解决，还是要回归到这个学习啊圣贤活菩萨啊的经典啊，这个啊世界呢才会有救啊，不然啊那肯定灾难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啊。这个灾难啊是人制造出来的，是人制造出来的啊。这个佛在经上啊给我们讲境随心转啊，人制造的。因此啊我们这里做护国习斋百期系列啊，大家发心来参加啊，参加法会啊，主要也是要接受啊圣贤活菩萨经典上的教导啊，我们要读诵受持依教奉行啊，对个人啊可以改造命运，改造家运啊，对国家呢改造国运，对整个世界啊可以改造啊事运啊，真正达到啊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这个愿望啊才能达到啊。如果人啊不懂得啊依照啊经典圣贤的教诲去修正我们错误的思想、言理、行为啊，都以为自己想的都是对的啊，其实自己想的啊就刚好相反是错的啊。啊，不依照啊圣贤活菩萨的教导，那肯定啊都是想错了、说错了、做错了啊。那这个是造因，造这个不善的因，那肯定啊是得到不善的果报啊。所以果报现前啊，我们也不要去强辩什么啊，看那个果报好不好就知道他那个因好不好嘛啊。好的因他一定结好的果，不好的果一定是造不好的因啊，这是因果报应啊必然的真理真相啊，谁都没办法去强辩的。因此啊我们大家读经啊真正要习斋啦啊，还是要从自己做起啊，从自己改变啊，从自己做起啊，这样啊才能真正达到护国习斋啊。所以我们来这里参加法会，一方面啊还是要听经闻法啊，我们老和尚提倡这个无量寿经汇集本啊，要认真读诵受持，依照啊这个经去修啊，在生活当啊去做。最近提倡的《弟子规》《感应篇》
啊，十三愿，我们老和尚这十几年来啊，特别提倡这三本书，啊，这三个根，啊，这三个根呢，不是讲的，不是说的，主要要去做的，啊，在生活当中啊，那么一条一条啊，大家去落实去做，这样啊才有用，啊，如果只有讲不去做，那也没有用。啊，这个讲是一回事，做又是另外一套啊，那个根本就不相应啊，所以要去做的，啊，所以这个是大家呢同共发心啊，要从这个地方啊去落实啊，才能真正达到护国喜灾。那么我们这个也有海外同修回来啊，澳洲的同修啊，今天上海同修来参加啊，这个昨天北京啊，现在呢海内外啊参加系念法会的同修也不少。那么对于我们净老和尚现在弘扬的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呢，大家要认真来学习，从我们自己做起，从我们净宗同修自己做起，这样啊才能收到效果啊，也不要去指望别人了 啊你指望别人啊，那都是一场空了 啊只有求自己啊，从自己啊去改变啊，从自己做起啊，这是真正啊护国习斋之道啊。如果只做法会啊，不懂得修行啊，这个习斋呢还是达不到啊，但只能啊说有缓和的作用啊，在生口一三业啊，我们在法会现场啊啊，如果这个心不善啊，贪嗔痴慢啊，这个烦恼很重，这个意就不善了，就恶啊，像一敬一恭啊，就是意恶太重。那我们做法会呢啊，这个法会的时段里面啊，它只有身口是善啊，身跟口啊，我们都是在念经念佛嘛，那这个是口善，那身啊礼佛啊，它是身善啊，在这个时段里面啊，这个口不会去打妄语啊，也不会两舌起以恶口啊，身也不会做杀盗淫啊，这个恶业啊，所以起码呢有身口啊的善业啊。如果再把这个意啊，不贪不嗔不痴啊，那这个十善业啊，在我们这个时段就圆满了啊。所以我们做法会啊，要这么做啊，这样才会有感应。那关键呢，还是心在感应。啊，心调整过来啊，那么跟活菩萨呢马上就会相应啊，相应啊你自己会感受得很清楚啊，很明白啊。如果不相应啊，一定要觉悟啊，我们自己啊有业障。那什么业障呢？大家都知道我有业障啊，那什么业障呢？就是烦恼嘛，贪嗔痴慢的烦恼啊，这些烦恼啊障碍我们的功德啊，这个就是业障。那业障啊有时候重啊也一下子转不过来，因此啊我们才要诵经啦、念咒啦、念佛啦、拜佛啦，求佛力加持啊。那么佛力加持啊，让我们业障啊慢慢减轻啊，我们人啊智慧啊慢慢就会增长啊，福慧增长。那福慧增长啊，我们有一句俗话讲啊，福至心灵啊，祸来神内啊。啊，一个人啊他遭遇的吉凶祸福啊，其实都是心在感应的。所以太上感应篇一开头就讲，祸福无门啊，为人自招啊。祸福他没有门路，都是人自己找来的。啊，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啊，你修善你感应的就是善啊，你造恶感应的就是恶啊，是自己招感来的
啊，所以一个人啊有没有福报啊，不是看他有钱有地位啊，看他有没有锻炼修善啊，看他觉不觉悟啊，那个真正觉悟的人啊，他头脑就灵光了啊，看事情啊就清楚了啊，所以无量寿经汇集本啊，大家读个一千遍，这整个世界的人心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利害得失，你就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不用强辩的啊，关键啊我们自己要去读啊，自己要心得。那么造恶业呢，你现在呢就会有花报了啊，这个花报呢第一个反映在身体就是生病，无量寿经讲呢，或其今世先被病殃，死生不得四众见之，就花报了啊，还有其他的很多花报，这个花报不好啊，将来去哪里我们就要很清楚，人天善道没份啊，是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有份啊，那往生极乐啊又更遥远了啊，所以啊佛在无量寿经啊这个劝我们啊断恶修善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愿生彼国啊，临终啊就心不颠倒才能往生，临终呢心一颠倒昏迷不醒，助念都很困难啊，那临终为什么会颠倒啊，是不是临终突然颠倒呢啊，弥陀经讲我们做善系念啊，每一时都要诵一部弥陀经啊，持持名号一心不乱啊，临命终时啊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集结，其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关键在那个心不颠倒，心不颠倒是果报，修因就是一心不乱。那怎么叫一心呢？念佛啊可以除烦恼啊，功夫成片，最浅的一心不乱啊，高的是事一心，再高是理一心，那我们呢最浅的了，除烦恼这样就可以了，可以带业往生了，临终啊佛跟圣众现前啊心就不颠倒了。那么我们如果现在呢心里还是在贪嗔痴慢是非人我，在拉拉杂杂这些东西都放不下，念佛肯定功夫不得力啊，这些放不下了不得力，那不得力呢我们现在就颠倒了，临终才会颠倒嘛啊，不是说临终才突然颠倒的，不是的，是平常就颠倒自己不知道啊，到临终啊就比较明显，所以我们要从这个地方来修啊。这个李炳南老居士那个佛七开示非常好啊，那个有机会啊也提出来跟大家分享，建议大家呢无量寿经汇集本啊多读，老上常劝大家呢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啊读书一千读一千遍啊，那个意思你自然明白了啊，大家恭恭敬敬来读经啊，自然就明白啊，所以我们在三藏这个地方啊是非常好的修行的环境啊，啊但是呢不懂得怎么修啊，那也枉然了啊，入了宝山啊空手而回啊，啊那居士呢偶尔来参加个法会啊，这个就另当别论了啊，这里常住众大家要知道啊珍惜这个因缘啊，我现在呢要找这样的时间啊啊定在一个地方啊天天来诵经念佛啊都不可能的事情啊，啊在外面啊舟车劳顿啊，一下换这个地方一下换那个地方，有时差气候不一样，这里35度到那边变零下一度啊，你说会很舒服吗啊，人在福中啊要知福啊，不要人在福中啊不知福
那还有一句话讲，好山好水好无聊。为什么无聊？冰冻的无聊嘛，懒惰那就很无聊。如果你学海贤老上，那肯定不会无聊啊。啊，修行也用功啊，也不修福不做事，当然就无聊了。怎么会无聊啊？你晚上啊都不用睡觉的时间都不够用了，还会无聊吗？啊，总是自己啊在欺骗自己啊。啊，所以有的人啊要找个好的环境啊都很难。啊，这个也是要有因缘啊，要有福报啊。那有这个因缘啊，不懂得去好好利用，就非常可惜啊，这身空过了。啊，所以我们这一生啊想要了生死，离究竟苦，得究竟乐，那我们净老和尚的经一定要听，无量寿经汇集本一定要读啊。如果你这一生还不想了生死，那可以不用，没关系啊，你去听其他法师的，他不会了生死的啊。了生死是大事，不是小事，生死是大啊。你不是遇到真正善知识，不是遇到真正的经典给你指导，如理如法来修学，怎么可能了生死啊？所以无量寿经讲得很清楚啊，邪见业王啊，未能舍离啊，家亲眷属要帮助他都帮不上忙啊，迎合处理生死大难啊，生死是大难啊，最大的灾难啊，生老病死，生生世世都要受这个苦，在六道里面沦为是究竟苦，往生极乐世界呢得究竟乐啊。所以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啊，虽一世精进勤苦，须以兼耳，后生无量寿果，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盆，无护苦恼之患，受千万劫啊。佛讲得很清楚啊，你一生啊很精进很勤苦，时间还是很短暂啊。我们看海贤老和尚啊，20岁出家，112岁往生，92年啊，92年啊，在整个无尽的时空啊还是很短暂的，须臾间耳啊。啊，虽然一生啊这么精进勤苦，也是很短暂的。那我们呢啊，可能没有海贤老和尚那么长的时间啊，那时间更短，那最短的1天到7天啊，啊你辛苦7天，那就往生极乐，永拔生死之本，无护苦恼之患，难道不值得吗？啊，离究竟苦，得究竟乐啊，这一点苦都不能吃，那就没办法了啊。所以我们有缘啊，遇到净宗法门，遇到净老和尚，这个现在讲这个大经解科注讲这么详细啊，又劝我们读经啊，到哪里找啊？找不到了啊，你去其他道场去跑啊。如果你不想了生死啊，那没有问题了啊，跑越多越好，反正结结缘嘛啊，到处结结缘啊。如果想要这一生你要脱离这个生死大难，我建议你不要跑啊，好好听老和尚的，你不要乱跑，跑了呢可能啊你自己心啊知见啊还不稳定，很容易受人影响。现在邪知邪见太多了啊，特别在佛门里面啊，出家人啊都是邪知邪见啊，不是剃了头他就正知正见了，那个才麻烦了 啊。那么讲这些话呢都是得罪人的话啊，你到外面讲啊就被打死了啊。
啊，那么正法要弘扬啊，那个魔一定是出来反对的，出来障碍的嘛，他才叫魔嘛，不然他就不是魔了，他也变成佛了，但一定来障碍你嘛，那很正常的嘛。为什么正常？因为魔他还不想了生死嘛。啊，那你现在讲要了生死，当然他来障碍你咯。哦，跟他不相应嘛，他就伤害你啊。如果他也想了生死了，他魔就变成佛了。啊，其实魔跟佛差别就是在迷跟悟嘛。你觉悟的就是佛，迷的就是魔嘛。那魔是谁呢？自己啊，自己心里啊，迷跟觉这样而已。啊，这些我们自己啊，遇到佛法了。啊，佛法像一座宝山，那么你自己要得到多少啊？要得究竟圆满的啊，还是一部分的啊？由自己来决定了 啊。有的人啊，他遇到佛法，他只是想求个人天福报，啊、来生呐 啊做个富贵人家啊，那个果报啊很小，不究竟。啊，往生极乐啊，去做佛，那才得究竟圆满的果报。啊，得究竟乐，离究竟苦。所以我们要考虑清楚，我们这一生啊，遇到了。过去是如果没有修福慧，我们你听都听不到的。啊，无量寿经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若不往昔修福慧，以此正法不能闻呐。啊，过去生啊，如果你没有修福，没有修慧。这个正法你听都听不到，看都看不到啊！不要说来学习了，那么我们有缘遇到听到了，那证明啊，我们过去生都有修福修慧，但是呢还没成就啊。那这一生要成就了，就是要依照经来修行，那我们这一生啊就可以去西方做佛了，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啊，其他呢不太重要了啊。所以想要去西方呢，建议你们不要乱跑啊，不想去的那多跑一些，那也很好啊，解解眼啊。好，那么我们现在是用五斋时间啊，无量寿经啊，它的好处就是从做人啊给你讲到做佛啊。我现在呢，昨天跟他讲，今天跟他讲，都是无量寿经啦、啊、弟子规啦、啊、感应篇十三页的。那无量寿经啊，他讲的最圆满。啊，你看无量寿经把我们现在娑婆世界末法时期讲的多淋漓尽致啊。啊，现在的人啊，无义无理，如父抵徒，不识人情啊。人情世故不懂，不懂礼貌。儒是什么？粗鲁。户是什么？跋扈。抵是跟人家抵触。徒是跟人家起冲突。儒户抵徒。现在人都是这样。啊，你看啊，现在全世界的人都是这样。儒户抵徒。不识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晓。劝他给他说明啊，他不能接受。啊，这个是我们现前的、啊。这个社会的情况啊，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自己做起啊，自己一点一滴来做啊，自己一点一滴来做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很惭愧啊，我们道场啊都没办法做啊，实在讲啊，连一条也没办法做不到啊，这最简单的都做不到啊。那么我从小啊受到大人啊母亲的这个教导，所以对这些人情世故啊，一些礼貌礼节啊，还懂一点。那学了佛啊，接触佛法，啊，又看到台中莲社李老师那个常理举要，啊，都是讲的人情世故，啊，尊卑长幼，亲疏远近，啊，如果没有这个礼啊，整个都乱了。现在是没有了，没有。啊，所以无量寿经讲得很清楚，无义无理。现在人就是这样的。啊，那这个你怪他也没有用啊。先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没有人跟他讲，没有人教他。
啊，所以李老师啊，在伦理讲记里面讲啊，中华民国开国来啊，不学中国传统文化，就学西洋的，啊，不教这个读圣贤书，教读小猫叫小狗跳，教那个做人处事道理都没教。啊，所以中华民国啊，李老师讲啊，中国五千年来改朝换代，没有一个朝代不学中国传统文化的，就连元朝是蒙古族统治的，不是汉族啊，蒙古族，清朝是满族啊统治的，他们都学传统文化，而且出了很多名人，只有到中华民国呢，都完全去掉不要。他说这段历史啊，将来大家都不知道，没有人知道去写啊，所以那一段啊，我把李老师那一段伦理讲记啊，他对台中联社联要讲，我把它截录下来，哎，可以流通啊，让大家知道呢，中华民国今天为什么变到这种地步，这是果报啊。那他造什么因啊？这个因啊，就是不学中国传统文化啊，这个因啊，所以我们要认识清楚啊，所以今天变成这个样子啊，都学外国人啊，这个是很惨的事情啊，这个明明外国跟我们学的，你偏偏学外国的啊，现在说救台湾那是骗人的啦，谁有办法救？佛来都救不了了，神仙都下来也救不了了，谁能救台湾啊？现在唯一能救台湾啊，不能民主啊，要出皇帝把那些第四台名嘴那些通通关掉，那些乱七八糟节目通关掉，全部交圣贤，这样不但救台湾啊，救中国救世界，不这样搞啊，那只有等啊，李老师讲啊，只有等原子弹下来啊，原子弹啊，现在李老师那时候讲原子弹，现在是核子弹了，更厉害了啊，大灾难在后面等着啊，啊，这不是开玩笑的啊。好，那么我们现在呢，用五斋啊，耽误大家一些时间啊，那有一些比较怕冷的老菩萨呢，就不要坐在外面啊，可以在里面五官堂，或者到二楼也可以啊，因为这个山风啊很厉啊，大家预防感冒啊，走路小心啊，不要滑倒。好，我们用五斋祝大家禅业为实，法喜充满，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大众感恩诸好和尚慈悲开示，至诚顶礼三拜，不为礼仪。阿弥陀佛，恭送诸法和尚。念佛出发。